100公尺。麦香奶茶，对，我带着麦香奶茶要上来喝的。哦，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补充糖分，没有慰藉，慰藉。超暗的，这边完全没有光。继续吃。看到你都在吃啊！真的没洗碗，没洗碗还在吃。好，回家。这条我觉得蛮好练的一条路线。现在到我们晚上要住的地方，它是在原住民文化园区的里面，然后它这里都没有，晚上都没有什么商店，连拉比都省电模式了。这如果是我们两个人的话，可能会有一点害怕，是吗？是哦，原来拉比在三楼。对，然后它这边是新开的，今年10月才开的。一楼看起来是游客中心。对。难怪，欧妈妈。对。不可能。他这里还有打麻将的地方。对。麻将椅还是高级，还有卡拉 OK 可以上。好啦，看来今晚不无聊啦，可以来这里通宵。谢谢。谢谢。房卡已经在里面。已经在里面了。谢谢。来看看他们的房间。我们先赶快下去。好，我们先赶快下去，然后吃饭。对，晚点再来介绍这个房间。司机在楼下等。好，晚餐我们来三地门这边找东西吃，没几间可以吃的，但是也是有不错。哎，好可爱哦，你看。因为现在也是6:30，他们有一些店都不打烊了。阿财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？没有，你看阿财，好可爱哦。有啦，你看还有炸鸡。然后鳝鱼面，这里有炒的羊肉面啊，炒饭、炒面这种。然后这里还有饮料店。呦呦，拿着咸酥鸡吗？好啊，好，买个咸酥鸡跟泡面吧。好，好像可以名正言顺的吃咸酥鸡，然后再一个鸡肉，那个鸡排，嗯，还是你要鸡排？好，我们现在吃饱后呢，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房间。它这个门是用锁的，不是哔哔的，所以出去的时候记得要上锁，不然会忘记。对，然后要带钥匙。然后它这里有个柜子可以放东西，看它这里有什么，看一下厕所。哇，它这个冲澡的很大，淋浴空间蛮大的。然后它这里有附这个盥洗组，对，两组。然后它这个浴巾跟毛巾它放在这里。然后我们的是。两人房是一张大床的，然后有一个冰箱，等一下外面有阳台，外面就是楼下。对，哇，不错哎。嗯，我们这样住一间，一个晚上是2600。哦，2600，嗯，还不错。好，我们现在洗完澡，然后准备休息。今天一整天下来，你感觉怎么样？骑起来感觉蛮舒服的，而且今天没有很大的太阳，没有很晒。然后今天爬2座山，第二座山旺福来那边我没有爬完，因为实在是太晚了。可是中间我们就会去一些景点啊，吃吃东西啊，很好玩。那我觉得很不错的是，我们有补给车，然后所以我们就练车，练完之后要下山之后就可以搭补给车下山了。对，我觉得这样很好。而且屏东这边是我们第一次来，我觉得这边很好玩，都没有来过这个地方，然后只有这一次刚好有机会可以来。好，那明天呢，我们就要去神山，然后吃爱玉，还有一间榕树下的合菜。OK， 好，晚安了，明天见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原住民文化园区，就是我们住的这边的外面。对，现在时间是8:30。对，不错，不错，有睡饱。嗯，本来还想惊醒，想说会不会要很早起，结果就不用。嗯，7:30起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呢，就是走这边骑到神山部落。嗯，高手呢会再去一个叫做德文部落的地方。对，它就是一个中间的岔路。对，然后我们到神山的话是爬升1000，大概爬升1000。好，走，出发。前往神山部落的第一段呢，就会先经过这个三地门桥。小小一段，那
那我们从刚才那座桥开始到前面会有一个检查站，那距离是6公里，爬升400，那听说都是缓坡这样子。嗨，嗨，一开始就来个爬坡啊。我们已经开始了，是吗？正式路段。这好像纽西兰的那些字啊、哦，它都是原住民的字哦。哎，纽西兰跟台湾有关系啊。对啊，对啊。那天看到电视有在介绍，介绍什么？介绍台湾的原住民跟纽西兰的原住民有关系啊。从我们这边骑到神山部落大概10公里，10公里，然后爬升，不知道哎、欸，1000要到哦，这是1000，应该不到，哦不到，300-400吧，哦、嗯，我以为是700啊，你们刚刚已经爬了1/3了，从管制站开始就好像比较凉，比较舒服，对，要开始下滑了，但接下来会有一些陡坡、哦，对呀、啊，我、哦、要开始下滑，这边会有先下滑一下。哦马上就到了德文部落哎、欸，他们那三个勇者是要走上面，对，我们是走右边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观景台这边，那边有一座大桥，那边就是以前八八风灾的时候。那个桥被冲毁掉，然后那时候那个桥比较低，所以他现在干脆把那个桥盖高一点。所以你看那桥就很高。富台古川大桥。刚才那段下滑很漂亮。对。你看，如果说来这边练车没有不会骑车的话，刚刚那段下滑就要骑上去。哈哈。刚才滑这么开心。对。这里就是那时候八八风灾那些在搭直升机做空投的那些人，然后他们因为直升机失事，然后所以用这个纪念。到了古川乡雾台这里，刚过了那个大桥之后，就开始上坡了。对，就开始上坡喽。在那桥上很壮观。对啊，非常高哎、欸。对啊，下面就是都没有水的河哎、欸。我们还有4.8公里就到了。好，这趟路很远哎、欸。对，这趟路一直看得到路线，然后又觉得很远哎、欸。就是路线都在上面啊。路线都在上面，就觉得特别远，好像还很高哎、欸。你看左边。美乐，你知道这是爱玉吗？哇，我也没看过哎、欸。这间是这里最有名的神山爱玉，但礼拜一跟礼拜二不会开门。耶、yeah, ，我第二名，第一名 Amy。现在10:47。然后我们现在到了神山部落的这间餐厅，这里有很大片的停车场，然后还有 view。好 ，OK， 休息，感觉怎么样？累，有累，但是很舒服、漂亮的一段路。对，有流汗，然后又不会到累到不行。戴安全帽的小狗，狗手洗爱玉，自种咖啡青瓷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哦，这就是爱玉长原本长的样子，哎，酷。然后它这边有菜单，里面也有位置。这是爱玉，
会长这样。哦，这是在树上。对，然后摘下来切开，这个都还要翻过来晒干之后才可以刮下来变成这样。哦，对，刚才路边就是在晒这个东西，对，晒干。对，那变成这样子之后要怎么变成那个艾玉？就是可以放个布或者是丝袜里面，然后搓一搓，然后收起，搓完放冰箱这样。它就会变成一颗。对。哦。可是它的那个水质也有关系，好像用那种自来水有吗？就会洗不太成功。那你们是用山泉水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了解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坐在雾台摩凯咖啡的外面的位置，然后它这里就是有很多种口味的艾玉啊，然后还有一些热食，然后跟一些饮品咖啡，然后还有一些原住民风味餐。我点了这个小米酒艾玉，然后 Amy 点了这个小米艾玉，都是这边的特别的东西。嗯，好凉快哦。嗯，很适合。嗯，小米酒好香啊。嗯，而且好凉快哦。好吃。嗯，怎么是北中南？对，我也以为。好，那下山之后呢，我们这一趟行程的最后吃中餐，我们来吃这间龙门客栈食堂。本来要吃的那间榕树下的餐厅的对的店没有开。那间榕树下很酷哦，我看它就是一个大卤锅，然后里面卤很多不同的卤味。对，但是今天原本是写说有开门，但是结果今天没开， Google Map 没有更新。所以我们来吃这间，据说是当地人也都会来吃的一间餐厅哦。这里面蛮多人的。嗯，来，这是我们点的六人合菜。我们这样子，你说六人合菜多少钱？1650吧，我记得。嗯，然后有梅干控肉，然后有大肠、姜丝大肠、鹅啊、客家小炒，跟着厉害的。刚刚都还没算到钱哇，好丰盛，满满一桌哎。好了，吃饱了，好吃，这家可以来，每一道都很好吃，而且它也不贵。对，我们这样吃下来，一个人300块，一个人330。对，我觉得我们这趟旅程真的很玩得很好玩，然后也来屏东这边我们之前都没有来过的地方，对，觉得很不错。那我们这次骑的这三座山呢，我觉得今天这座山我最喜欢。嗯，今天这座山它就是一个缓缓上去，然后风景很好，视野很辽阔的一个路线，对，很漂亮。它的山一层一层的也很美，对，算是一个蛮难得的经验，很难得有机会可以来这边骑脚踏车，然后旅行吃东西，对，不错。嗯，好，那我们这次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。